人类的起源如果是外星人，那第一个来到地球的人是谁呢？最常发现有一些灵异事件的现象，像一些外星的幽浮啊、麦田圈，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在英国了。最近呢，英国发现了一个人，他的 DNA 呢跟这个原始的夏娃好像有点相同哎。华盖，英国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一个人的 DNA 它会不会是代表了我们人类的起源的部分？李哥，为什么外星人都喜欢找英国呢？奇怪呢，麦田圈也是你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也可以看到幽浮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要搞个奥运，对不对？更多幽浮来了。可是等一下，最新的生物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突破，也就是说，很大的突破，对，也就是说外星人造访英国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最新发现了夏娃的嫡孙可能就是在英国。话说、今年初有一个老伯伯，他今年72岁了，他叫做伊恩啊，他伊恩他已经72岁了，他闲来无事参加了英国皇家，就是一个生物研究协会，来研究 DNA 的组成。他是一个志愿者，因为他年纪已经到这个年纪了，所以 他们想要研究比较老一辈的人的 DNA 的组成。他有讲到，这个协会有讲到，现代人基因哦，现代人基因最多往前追到远古3500年左右。那人类经过3500多年的演化，就是我们现在科学上所能够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，大概有经过200多次变异。也就是说，立刚，你跟我都经过了200多次的变异。我们叫拔一根头发，弄一点口水，我们去化验，可以追溯出我们的 DNA 变异有200次之多，最多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祖先啊。OK， 那这个伊恩老伯伯回家以后也没有管这个事情，突然呢，有一天，最近这个研究协会就寄了一封信说：“恭喜恭喜啊，你啊的基因啊只变过2次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变了200多，这个老伯伯他只变过2次，代表什么？代表 EN 体内的，注意，标示基因代表你的原生的基因有经过多少次的变化，叫做 A1B1。只有变过2次，3500年前只变过2次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可以追溯到30000年前的最早的，大家记不记得尼安德塔人的远古东非非洲人的血统？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最早知道的人类 DNA 的排序的检验，是在这种人类身上发现的。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止以他的基因的变化的规律，他们发现他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万年前最早发现的人类，而这个人类的骸骨是女性，所以为什么伊恩很可能就是夏娃的嫡孙？这是一个最新的发现。华干刚刚讲到说，夏娃她可能是从外星来第一个来到地球的人，江博士，你认为呢？华干刚才提到的这个发现，事实上以我们学生物科技的人来讲的话，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而且是一个真的值得继续探讨的一个话题。那我们大家都晓得，人类的基因事实上是经过很多次的重新的修改修正。所有的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个生物，其实都不是长得跟我们一样，然后两手两脚，人模人样，都是人跟爬虫类或是昆虫组成的怪物。对不对？中国的伏羲跟他的妹妹女娲，人面蛇身，具有超能力。亚当夏娃也是人的上半身，蛇的下半身呢。这是有考据的哦。难道吃了苹果才变成人？啊，为什么吃苹果的人？那是一个象征，事实上是经过基因改造，他才变成近代的人。难道就教他能够懂得啊人类爱做的事情，所以才换了天条？就是故事这样来的。所以他们根本是从天上第一代来的，就是半人半爬虫类，所以就印证了我一直研究的，就是爬虫类人是人类最早的祖先，对不对？而且都离开不了蛇。你看嘛，所有的圣经里面也谈蛇，而且很多古老的传说都有蛇，对，对不对？上帝讲说，蛇，你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你居然来到人间，引诱夏娃，就让你终身在地上爬行，都吃土，不能回到天上。所以它是
整个亚当夏娃根本就是外星人来地球的第一代，所以可能第一代的外星人来到地球就是亚当夏娃了。国安，刚刚华干也提到说，这英国啊，这上空当中有许多的一些怪里怪气的事情，UFO啊什么，那为什么外星人要挑到英国啊？你知道2012年英国有什么大事？就是今年奥运。对，所以说呢，现在有一位这个专家哦，他爆料，所以伦敦奥运的时候，外星人会来参与咖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现在您在镜头上看到这个人，他叫做尼克波普。他是谁呢？他是英国在91年到94年之间优福计划的一个执行人。那么他也是前英国国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哦。他说，奥运会是大型活动，对于外星人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向人类展示的最佳时机。换句话说，外星人对人类展示的最佳时机了。但是展示什么呢？是不是跟 ID4 星际终结者一样，展示的是武力，展示的是雷射？哇，这个很难说。而且这个尼克波普哦，他的来头呢，其实他办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秘的事件。那么这个神秘的事件呢，其实是发生在这个91年到94年当中哦。那么因为你知道最有名的是93年的科斯福德事件。那么当时呢，英国是这样子，他的国防部哦，那么有两架这个空军的这个飞机飞在这个半空中，结果那个飞行员飞到一半，突然一看到，奇怪，我这个右下方啊，好像有这个另外这个不知道哪个物体跟着我跟得很紧，结果一看，哇，两个圆盘似的东西就跟着一直贴着他们的这个飞机一路飞。贴了6个小时，所以说基本上呢，他原来啊，这个波普也说，他原来并不是很相信外星人的存在，可是呢，当他开始介入调查这个科斯福德事件之后呢，他越来越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，于是他这一次，也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，换句话说。到了再过不多久，再过10几天哦，伦敦奥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看到 ID4 星际终结者的电影画面出现在伦敦奥运？这个真的很难说。这个奥运的时候是全世界人类的聚集在那边，全世界目光的焦点是人类的目光焦点，因为全世界办奥运。但明玉啊，那外星人也那么喜欢热闹，想要凑热闹参与咖。对，我猜外星人今年会在英国特别多出现了，除非是奥运之外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登基60周年嘛。那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呢，那个外星人就来英国凑热闹了，你知道，因为去年对英国人来讲最大的事情就是威廉跟凯特结婚嘛，在去年4月是吸引了全世界有数亿的人哦去那边观看，都大家都围在西敏寺那边看嘛，就好巧的是啊，就有游客在那个结婚的当天哦，就在他的那个西敏寺的上空呢，就拍到了一个白色的不明物体，而且呢，足足的有长达了大概30分钟之久哦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录影带啊，这是有一个游客他用 video 拍摄，大概有2分半的一个录影带当中，白色的一个物体，可以看到这个大笨钟附近呢出现了一个发光的白色物体哦，不像飞机，对，还蛮清楚的，圆圆的。对，圆圆的，然后重点是说它移动很迅速，然后还有人形容说它是可以变形，对，就非常的有趣哦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有人说呢，还有的这个说它这个飞碟的样子很像那个电影的《星舰民航记》的这个飞船哦。你看它在空中漂浮这么久，等于说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事实上不止这个游客拍到哦，他把这个影片PO上网之后呢，立刻就有很多人的回响，因为当天呢实在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体，就飞碟嘛哈。那甚至还有人讲说呢，他一开始以为啊，你看到他说一开始以为他这样是一个降落伞的样子，后来又觉得说。不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它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，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形，所以呢，而且至少徘徊了30分钟，因为你是降落伞，可能就会掉下来嘛，它一直都没有掉啊，变形了，变形了，所以它就一直在空中盘旋，然后一直在那个在变化它的样子，而且足足有30分钟之久，所以大家都猜说，哇，原来外星人他们也知道这个威廉跟凯特王子结婚，然后也来凑热闹。那你知道吗？事实上，在这个视频出来之前哦，那曾经就有一个美国的空军退役少尉啊，他就叫菲勒，然后他就有预言说，他说预言说，因为他自己说他曾经看过飞碟，他就预言说这个外星人很爱看热闹，所以一定会来参加这个世纪婚礼。然后他有自己回忆到说呢，他曾经跟这个威廉王子的爷爷，也就是菲利普亲王，他有跟他见过面，然后还有爆料，他说菲利普亲王其实也非常热衷这个飞碟跟外星人的事物，然后他还偷偷的跟他讲说呢，英国曾经啊，他们有发现过幽浮出现在英国的上空，然后他们也派出这个战机去拦截，后来神奇的是这些战机一出去就没有回来了，所以他就偷偷的跟这个退役的少尉讲说，以后英国再也不派飞机出去了，因为出去都回不来了，所以他就不要浪费这个，也不要牺牲人家的生命。好，英国最神圣的教堂西敏寺上空有出现了幽浮，但这外星人对于我们地球人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？最近呢，英国的麦田圈好像有一个图案
跟这西米斯教堂有点雷同哦，江博士。对，因全世界出现麦田圈最多的地方是英国威尔特郡，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，我也曾经研究过当地的麦田圈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麦田圈是真的，但是我们来看看，这是我国外带回来的一些学术的论著，叫虽然有一些麦田圈被发现是合成的，或是人为造成的，但是很多都是真的，研究人员曾经把它分类，早期的麦田圈就是构造非常简单，构造非常简单，而且是平面的，目前出现立体状的，而且跟西敏寺还几乎是一样，这个是让研究人员毛骨悚然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这一边是麦田圈啊，这一边是西敏寺，我们看有麦田圈上面有五个尖头的高塔，你看也有一些长方形的有梁柱嘛，长方形嘛，然后中间的高塔上还有那种星状画出光芒的图案，各位把它比较，这两个是不是跟西敏寺一样？对，所以等于说是从平面哦，从点到线到面到立体的麦田圈已经变成立体的图案，那是代表什么？外星人可能看到英国要办奥运，我不能偷偷来观看的话，不用买票哦，你们不能资助我哦，我在帮忙你们哦。我从乐观的啊好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反而英国的奥运队可能会办得很好，英国奥运外星人会来加持，外星人会来加持，但是呢，外星人到了英国有麦田圈，有西米斯上空，又有飞碟出现，这外星人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？但是啊，在苏格兰的上空好像有一条是星际快速道路哦，苏格兰上空中部有一条星际的快速道路，对，这条快速道路的用途。它用途很妙，我跟各位讲，其实这个名词是怎么想出来的，是因为呢在英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叫 West Kilbride 这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小镇，生产一些像是这个手工艺品啦，或者是一些这个土产这样子。那曾经呢就是很多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证明，在2003到2006之间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四年的时间呢？对，四年时间。那就像刚刚立刚所用的那个词很妙齁，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莫名其妙的东西在他们天空飞来飞去。那你也知道嘛，一传十十传百，所以国防部，我讲哦，是英国的国防部哦，他非常重视这个事情，所以立刻派遣秘密官员去调查。好啦，那我刚才不是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好玩的词叫做外星人的高速公路，星际高速公路。因为呢当时他们去找到了一个目击者，一个女的，他就跟那个官员讲，他说：“阿 Sir 啊，我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外星人有在我们上空建一条高速公路啊？”那个阿 Sir 听到之后就觉得完了完了，你会讲这句话就代表民众已经看到了，对，代表你们这还真的常看到 UFO， 什么意思？因为原来 UFO 常常从这里经过，他们当地的证明就想，一定是你这边有一条所谓的秘密星际公路，星际高速公路。你每次要回你老乡、回你老家，你就是要经过我们上空就对了。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 West Kilbride， 就是来这个西基尔布莱德这个地方呢，它成为了一个 UFO 的热点、UFO 的圣地就对了哈。那你看哦，这些 UFO 有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形状出现哦，包括有飞碟的形状、碟盘、雪茄形状的飞行器，那还有三角形呐、那最厉害的是，当地有民众讲，看到长得像水母，那又会飞，所以他们就称呼叫做会飞行的水母。最后我要讲一个，刚刚我不是提到一个秘密官员，国防部下辖的秘密官员组织吗？对，它叫 DI 五十五。什么是 DI 五十五呢？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星际战警里头看到那个所谓的 MIB，就是专门跟外星人打交道的那伙人呐、那在英国呢，它叫做 DI 五十五。而根据 DI 五十五所藏的很多的秘密档案，因为如今都已经解密了、就记载了这个地方。在这期间，尤其2004年看到了这么多的飞碟事件，所以这么多的飞碟在这个上空飞过，所以苏格兰上空已经变成了星际高速公路。对，神秘的亚马逊河又出现了恐怖的食人鱼。我们广告回来告诉你。